不向強權屈服，堅持以理服人，以論擊石。喂，各位听众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咪录音呢日系情安夜啊，光单身狗冇嘢做，咁啊录下音咁样啦。系啦系啦，咁就咁啊，連續兩晚都錄緊嘛，尋晚我就錄緊《緊守狼應院》。係啊，琴晚我就唔得閒。琴晚你唔得閒。係啊，踢波喺度咧。係啦，咁啊，我呢個聖誕檔期都多戲睇喎，其實。我起碼有四套戲想睇。咩戲咧？我仲有兩套未睇，就係、是、一個《The Greatest Showman》未睇，另一個《Coco》未睇。其他兩套我想睇咗，即係我睇咗《Jumanji》，睇咗《Star Wars》。不過《Star Wars》咧，我起碼睇三次㗎啦，我仲有兩次未睇。其實咧，我最想睇戲咧，近期啊嚇，係一套嘅啫，我係未得閒去睇。邊套？都可能之後會可能快啲批翻。血觀音。我未啊。係啦。香港上咩？有上。係咪影藝嗰啲先有去睇啊？唔係啊。不過血觀音啲，不過血觀音呢啲我冇大興趣睇㗎。係啊。因為咧，如果你認識台灣嗰啲以前嗰啲古靈精怪嘢咧，你有啲興趣睇。嗯係啊，因為講好多嗰啲嘢，嗰啲黑金政治嘢。係啊，尤其是咧官商勾結啊，你最中意講嗰樣嘢。哦。呢啲就正正就係官商勾結啦。係 OK。你而家話香港啲官商勾結咧，應該調翻轉講，嗰啲叫商揾官笨。OK。嗰啲咧正正官商勾結就係呢啲啦。OK， 所以搞清楚。嗯。係啦，或者咧，去大陸嗰啲叫做咧，商揾官，商掹住啲官揾著數。OK， 係。又一種。嗯。係啦，所以咧香港咧，你問我有冇官商勾結咧，我係冇嘅。哦，呢個程度之分別㗎嘛。呢個咧係商揾官笨。OK。OK。係啦，唔係咁講，啲官嘅有真正嘅老闆。係啦，啲官嘅真正嘅老闆。係OK， anyway， 咁我哋就香港就其實都冇乜嘢講啦，即係補選我哋遲啲先講啦。不過補選我都再講啦，其實補選邊個選都冇所謂嘅。自從佢可以 DQ 之後咧，講真嗰句，你都話俾你知，根本佢因為話俾你知選 Q 到都冇用。嗯，系啦，講完咁311就遲啲先講啦，嗰啲補選啊嗰啲嘢。係啊，同埋近排最咩咧？香港都人大個選舉咯。人大選舉，人大、哦、我真係唔 Q 想理嘅啫。嗰個畫籤，嗰個畫公仔紙選舉咯。畫點心紙選舉應該唔講。點曬36人啊嘛。係啊係啊。係啦，幾條選咪選到嗰啲人咯，選到阿譚志源上去咯。不過咁喎，教聯冇喎，竟然教聯收我皮喎。即係佢講嗰個何漢權。唔係韓權啊，黃乜乜啊嗰個，黃君元。唔識。係啊，教聯嗰邊收到皮喎，冇人喎。啊。除咗36個名單之外喎。係。係啊，先奇喎。嗯。係唯一最奇依樣嘢嘅。O K。竟然冇咗教聯。啊？點解唔揾佢咧？係咯，咁奇怪嘅。發生咩事咧？唔知咩事喎。係。啱啱冇行喎，教聯。嗯，自由黨有自由黨都冇，自由黨都冇行喎。係啦，依自由黨冇行唔出奇啊。自由黨啊，算數啦！自由黨呢啲自由黨都俾人 DQ 噶啦。但教聯冇行真係奇啦，真係。啲大自由黨已經從呢個建制派中被 DQ。嗯。係啦，即係佢哋都 DQ 翻啲建制派自己。嗯。But anyway， 咁就我哋啱啱想講嗰樣嘢咧，即係 HK01，咁就有呢個嘅新嘅 investigative 係啦報嘅 reporting。嗯，咁就原來咧就講翻呢個廿幾年前，即係都差唔多，都就嚟29年啦。嗯，即係做半年到29周年嘅六四事件啊。係。佢仲有檔案咧，係未公佈出嚟啦。係。咁就而家今日係英國嘅檔案嚟啊。係啦。咁就原來有啲新嘅，即係話咧，就原來就譚博話死咗2000-3000人咧。原來都是 underestimate 咗，係啦，即係根據呢個報道，根據呢個報道，係啦，譚博就話2000多人嘅，即係實際上死幾多人咧？可能真係到最後咧，可能已經係消失於歷史中㗎啦，已經係啦，即係實際上已經無法知道㗎啦。係啦，嗱，即係共產黨嘅官方啊嚇，係官方咧係有大概知道事，佢自己有講嘅，係，但係死咗幾多人？死傷無數，係啦，與死零個人，沒有壓死壓傷一個人。嗱，應該咁講。嗱，袁牧當時嘅説話係咁講，佢話咧，當時天安門上面一個人都冇死到，
咁天安門上面梗係冇死人啦。係啊。天安門外面啊嘛。係啊，但係咧，整個事件咧，喺共產黨自己心目中，佢自己嘅講法咧，大概死咗1000人。O K。嗯。咁而家就話話死咗10000人喎。嗯。有冇咁誇張啊？嗯，咁佢個講法就話，係，咁佢嗰個講法就話咩咧？就最即係即係啲戒嚴部隊咧，自己咧都死咗200人啦，因為死咩咧？死流彈，咁啊真係碌，咁啊真係碌柒啦，即係出嚟戒嚴，仲要俾自己有射挑死，係，係啦，而家個情形就係話咧，而家佢話死10000人啊嘛，係咪？大概死10000人，而且嘛，嗱有一樣我哋肯定證實嘅，就當年咧有人打鬼死咗之後咧，就即場燒曬啲屍體佢，係一個事實嚟嘅，呢個肯定嘅，我哋就算而家睇任何一方嘅情報都係咁講，都係咁講，美國自己手頭上啲情報都係咁講，係應該大概死係應該死咗几千人，應該都係差唔多數字嚟，但係當日咧。就有人講，就係、是、佢今次喺個報道嘅講法就話咧，死嘅係平民啦、但係咧亦都好多咧係自己人打自己人。當吻合咗譚博當然當時嘅講法就話，好多公安涉入去，而俾自己又打死，而俾軍人打死。而軍人咧，而家仲多個問題，就是、軍人俾軍人打死。嚇！發生咩鬼嘢事咧？其實係啦。亦都係咪嗱？因為好多年有一個講法嘅，到今日我個人較為覺得可信嘅，應該係有問題軍中，軍心有問題，係應該有兩個山頭出咗嚟。嗱，而家咁講啊，即係呢一個個誒，即係喺1989年嘅當時駐英大使咧，就佢就發咗個消息翻英國。係啦，因為呢啲肯定準啦，就唔係27軍，係39軍收到指令，就未來2-3日就進城。咁其實當然共解放軍嘅編制我就唔熟啊，即係27軍、39軍。番號就係、是、係應該就即係唔同旅係咪？係啦，番號嚟嘅。係啦，唔同旅。係啊。咁就咁大家知道衝，當大家知呢個肯定嘅就係大家知道，當時衝入去北京見人就肥嗰個咧。就係27軍嚟嘅，係啦，因為27軍係啊，咁邊度又整又醒到39軍翻嚟咧咁樣樣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就問題啦。而且當日啊，喺6月3日啊，係好多係喺個講法話咧，即係以前我哋睇翻一啲報道咧，講好多怪事發生嘅。係無端端咧，無端端某啲地方有槍聲㗎。無端端嘅喎。係。即係亦都而家成日。喺成日就喺嗰個嘢喺陳嬌上面嘅講法就係話基本上軍中有兩個山頭，而兩個山頭一人借住依件事，你搞另一個山頭，係啦，一直有人咁嘅講法，係啦，咦就話講好多年㗎啦呢樣嘢，就所以共產黨咧就共產黨咧就搞到咧淨係咧。我想問沈陽軍區士兵同埋27軍有冇分別嘅？未啊，咪沈陽軍區咪27軍咯，有軍區有沈陽軍區，喺沈陽軍區噶嘛，27軍係。係咯，啱啊。第一就咁講啊，原來最初咧就有啲士兵咧就係、是、用啲最輕量武器，甚至唔帶武器咧，就純粹想去衝入去嚇下人先嘅啫。咁但係最後一步咧，先至派27軍入去開火。咁會唔會其實即係懟冧埋啲其他士兵，抵埋啲同袍嘅咧？係啦，就衝入去開槍嗰啲士兵啦。係啦，係啦，個情形就係咁樣啦，而家個情況。所以咧，死嘅人咧係唔單止死學生，仲係死咗好多軍人，同埋死咗好多公安。係啦，所以咧，所以嗰時譚博個講法係啱嘅。譚博當年嘅講法就話，就好多人攬咗精，邊俾人打 Q 死咗。係。係啊，就咁嘅事。是啦，根本咧記者可能被人打死玩一手，唉，真係，所以咪話咯，所以咪話呢件事咧，你都覺得好奇怪。咁當時就話啦，即係話有呢、這個個情況就係叫啲學生1小時之內好走啊，係咯，即係得5分鐘之後咧就已經裝甲車已經嚟到啦，係啦，已經棒啦，係啦係啦。咁當時啲士兵同啲學生都齊齊俾人掃低咗，係啦，係就啲咁嘅事。跟住就話咧，而家就仲嗰啲細節就好恐怖嘅，有1000個人咧
就俾人批准咧經正義路離開，但係咧就竟然俾喺嗰度咧俾啲俾用俾伏擊嘅機關槍掃射，咁究竟搞乜鬼咧？係咯，所以成件事係非常奇怪。咁但係就即係佢自己就話，當然佢真係有啲口供啫。嗯。成件事個拼圖咧係拼唔翻出嚟嘅，其實就係。係啦。即係有啲好情節，仲有 missing piece 啊，就邊個指揮邊個啊？邊啲人做乜嘢嘢啊？係唔知嘅。係永遠你都唔會知㗎啦。係啦，依個恐怕就真係永遠都唔會知恐怕嘅真係。除咗個，除咗共產黨有咩事嘅啫。係。係啦，唯一就係咁嘅情形就會知啦。嚇、嗯。係啦。而家就話啦，仲有啲人啊，有啲話嗰啲國呢啲裝甲車咧，甚至連嗰啲沈陽軍區嘅士兵咧都照碌。嗯。係咯，咁樣樣咯。自己有碌腳啊！嚇、啊！係啊，所以好奇怪啊，成件事。咁咧，當時就話啦，國務院有啲委員啊，咁即係邊個咧？我都唔知啊。就有啲委員就話咩？話內戰迫在眉睫。咁當時有講過，當時有講過，係。咁好恐怖喎、啊！本身你示威啫喎，搞到內戰就係另一件事。係、啊，當時有講過。因為點解咧？我講有睇到第二日。內戰就因為軍隊打軍隊噶咯喎。6月5日嘅新聞啊，有冇睇過？冇啊。有上面有人報落嚟，就話鄧小平瓜老襯，你知唔知啊？嗰日啊，話所有老同志，即係咧佢同佢打江山老同志啊，睇住睇檔，咁嘅事啊，即係咪有人乘機搞嘢？跟住咧過咗幾日咧，鄧小平先報翻頭，係啊，所以好奇怪噶成件事。是啊，所以咪話咯，喺我哋嘅立場上面，基本上成件事係佢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到今日我嘅睇法亦都係如此。自己人打自己人。根本亦都可以咁講，你可以話有人想奪權又得。你可以話佢自己有度佢自己互相殘殺又得。你可以話有人想整個翻天覆地嘅轉變又得。係啦。是啊，因為平民是最好的掩護嚟噶嘛，係咪先？啊，係啦，所以成件事咧，我諗真係咧，你問究竟個資質係點去到最後咧，一定咧都要等揾檔收咗檔咧，我哋唔知係喺度啦，好難講。咁咧大家就知啦，呢件事究竟咩嘢事啊？因為都唔正常啦。係。你諗下，軍隊鎮壓射學生正常。嚇、啊！都叫正常。廣州事件都係如此啊。最多當佢北韓嗰啲人當咗，我都講過廣州事件，因為嗰啲軍隊嘅人，個個以為北韓啊嘛。係。個個以為共產黨啊嘛。所以先發生啲咁嘅事啊嘛。係。咁而家佢都可以當佢係顛覆政權都得㗎。但唔係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係。軍隊打軍隊。仲要有人你軍隊正平民，或者學生都照樣開槍，咁你就知道咧個情形唔簡單。同埋啊，你都諗下啦，如果真係喺街頭寒戰啊，使乜我啲坦克車出嚟下跪啊？如果真係要搏命，真係要街頭寒戰，或者去淨驅散啲人，使唔使攞啲咁重型武器？大佬，你嗰日啊，當日啊，如果好話唔好聽啊！隔離個國家啊，收到風。當年啊，差唔多香港成個中國啊，一半嘅野戰部隊啊，去曬北京啊。你諗下，邊防非常鬆弛㗎，尤其是係北韓係依個沈陽軍區嘅邊防，尤其是對住啊東北三省，對住肥仔嗰邊啊。係。如果肥仔嗰邊突然間揮軍進入。咁啊，係阻都冇阻噶嗰時。咁正常又唔會嘅。咁正常會啫，你諗下都唔正常啦。北京一個咁嘅彈丸之地，做咗咁多軍隊喺度，係完全唔正常嘅。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、你隊啲學生使唔使搞咁多嘢？使乜用坦？使乜用坦克車啊？裝甲車啊？你使乜咁多軍隊啊？係啊，你咁多軍隊喎、啊，大佬。你將整個中國一半的野戰部隊放在那裡、即大家覺得其實根本是有事發生，根本就有事發生，所以共產黨現在都出不了聲，他道不了歉。你猜那些領導人過出都可以被人問這件事很過癮？不能說是
我可唔可以走去同人講？係啊係啊，我哋共產黨自己人打自己人啊，得唔得？得噶嘛。你今日話佢哋拳鬥拳鬥乜鬥乜鬥都好，佢行到出去唔會話自己拳鬥噶嘛，係咯一樣啫，仲咁大鑊添搞到。啊，係啦，確係啦。咁所以就而家就嚇臨近聖咁就臨即係聖誕前一日都整單咁嘅嘢，咁啊大家有內容尋味嗰少少啦。係啊，內容尋味。OK， 今日我哋下次再講。环球思维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